天兄弟受三星堆邀约，成为首个进入三星堆体验拍摄的主持团体。这个就是三号神树、好漂亮。这个金章它是我们的六大国宝之一。神树终于见到神树了。我们的祖国是花园系列今日收官。我觉得他说的是有道理的，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卧底。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下周日晚天天向上，让我三星堆的奥秘。